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进来收看小妹私房菜。Hello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帮我们 like 跟分享哦，分享。我们今天煮马来炒面，好，马来炒面。好，妈妈现在在切那个大洋葱啊，大大洋家葱。好，大家下午好。啊，下午好，下午好哦。啊，我们现在在切那个鱼饼，鱼饼哦，切鱼饼。今天想吃马来炒面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炒一下那个马来炒面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哈，哦，我妈妈自己的食谱了，哦，OK，现在切那个鱼饼，鱼饼跟它切一切，切片，鱼饼切片，鱼饼巴沙买就有了哈，OK，OK，给他看一些配料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用什么配料啊？现在配料有豆芽、虾，哦，虾要切一半哈。要弄到那清洁那些肠啊。啊，沙冬沙冬，哦，鱼饼、大洋葱、辣椒切丝哦，这是大辣椒还是大辣我椒？用大的，大小辣的很椒，辣。嗯，葱、虾壳哦，不要丢掉。虾壳不要浪费了，等一下啊，会放在汤里面。番茄汁哦，Maggi Brand 的哦，这是什么？可以，你家里有什么辣椒酱都可以了哈，三辣椒。八辣椒啊，不然不辣酱辣椒啊，不用特地去买了。啊，巴辣酱、辣椒、三巴辣椒哦，都可以啦，因都为可以。就是放那个面有一点辣味的，辣的味道而已啦。鸡蛋2粒，豆芽、黄面，啊，这边是黑酱油，这下面是蚝油蚝啦，油，加一点水哈，然后有一点糖，糖、胡椒粉，这什鱼么？露，鱼露。OK，就这样子，哦，就这样子。OK，有问题你们可以问哈，你们可以问问题，哦，你们可以问问题，然后尽量回答。下午好哈，Jesslyn Tan，下午好。我们先东西慢慢切。下午好，要下雨了，对，要下雨了，现在。对。那个 container 哦，现在是卖完了，卖完了，现在 container 要等哦，要等，货要来了了哦，要等。上次跟你们讲很快完的哦。对，要来了，不过还没有来，很快完了那个 container。哦，伊利那个vacuum container 哦，还没有来，要来了，货卖完了，上一批的货完了，我们有在。定，好，不过他还要等多一下才来，哦，OK，下午，对，要下雨了，我们这边也是要下雨了，好，2粒鸡蛋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打2粒鸡蛋在碗里面哦，其实料要多要少，你们都可以自己喜欢的。对，料少料多自己喜欢哦，但，豆芽这些你们都可以自己喜欢。对，OK。那个面要不要洗先哈才煮？面啊，你们可以用烧水烫一下，也可以不可以不用啦，我是没有洗啦。我有们些人喜欢不要酱油，他们就用烫一下哦。不知道是只是用烧水这样烫，不用去煮了。用烧水烫一烫就可以了哈。OK，现在我们在锅里面放啊，点油哦。放一点油哈，在我们家卖的这个锅啊，我们家里卖这个锅的哈，不粘锅啊，百万锅。哦，有看我们频道的都知道了哈没有，OK，蒜头在冰厨。蒜头没有拿，蒜头，这个哎，在鸡蛋那边。蒜头哦，蒜头很重要啊，炒东西要有蒜头。OK，现在我们拿多少蒜头？等一汤匙啊？一下，还没有。等它烧了过后，我们要拿一汤匙的蒜头下去炒。Hello，宝珠，vacuum。container 现在卖完了，哦，要等我们下一批进来，好不好？要进了，要进了，哈，哦。那 vacuum container 卖完了，放一点洋葱，这边有大洋葱哦。大洋葱，后面的 brand 是什么？那个哦，那个也是 Hockey 的，那个是铁锅304的那个加厚，不锈钢对，铁大锅。洋葱先下去炒一炒大洋葱下去给它炒一炒哦。Jurong Side 已经。下大雨了哈，但冰天雪地，我看整个新加坡啊。早上的天气就看见好像下雨，下雨这样，也暗暗的。对。
这个鱼饼我喜欢下去煎一下哦，因为冷冷的，煎一下会比较香。OK， 煎一下会比较香。炒炒一下。哦。等一下啊。Rowena, do you have on you have the can opener? Huh? Yes, we have. All the can opener is here. $15 SGD. Oh, we got sell. We got sell. Okay. Oh, 我们有卖哦 can opener. 有放多一点点油啊，要煎蛋。嗯，放多一点油煎蛋。Vacuum container 是那个Tupperware 哈、哦，啊，它真空的，真空。那时候没有卖，不过卖很快就完了，很多人买。他的货卖完了，卖进来我们再跟你们讲。好、哦，你看这个鸡蛋，先煎个鸡蛋。啊，等一下我们讲要看后面那个锅，可以啊？可以可以，等一下等煮完先。煮完了我们再给你们看，好、哦，后面那个锅。这个面很容易炒的。对，你看用我们的不粘锅，我们家卖的锅就是很容易炒的。好、哦，你看不粘锅。这锅哈、哦，每天我们都在用的，没有换来换去的，都是一样的锅。现在我要放什么？我的手冬。那手冬给它放下去。加。这个百万锅多重啊？一斤肉出啦。百万锅是一斤五。哎。这个是一斤肉。一斤肉啦，这个是一斤肉出啦。好、啊哦。把这虾跟手冬炒熟啊。咱们把虾。鸡蛋放一边，炒多个。哦，加按错，按到转过来。OK， 你要买这个锅不用上网订的，好、哦，WhatsApp message 我们的 admin 就可以了，988-49208。好，988-49208。看这个手冬跟虾的颜色分白哦，就是有点熟了哦。好，你看手冬跟那个虾有一点变颜色了哈，就是差不多熟了哈。OK， 就可以准备他们拿起来了了。好，把这个豆芽放下去。把豆芽放下去。番茄。番茄放下去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会给你们看那个 can opener 长得怎么样啊。好，等一下给你们看锅，看 can opener 啊，看很多人在问啊。Hello， Alice Tan 你好，豆芽放下去。拿起来。OK， 这些配料炒好了，就跟他拿再放，拿放一边。来放啊。放。刚刚拿起来。我炒面、炒米粉、炒什么都是把配料先炒，炒这些配料先炒好，等一下再来炒面。对，配料分开炒的，我们哈、哦、面放一起炒、啊，分开炒，然后炒面了过后才放。OK。对，我们放一点点油进去，放蒜头，然后把蒜头放进去。那个面不用洗的哦，你看。嗯。哦，因为它不粘嘛，它不粘就很容易了，好、哦。再把蒜头放进去。你不是只要慢慢煮？对啊，对。煮很快。煮很快啊！煮很快啊！嗯。把这个虾壳倒下去，不要浪费了哦。OK，Irene Bake 这个锅不会重的 ，one kilo 你一 kilo， 你没有加盖，它只是一 kilo 哎，一 kilo 很轻的啦，一 kilo。How much is the steamer？ Steamer 是20块。哦，
讲一下那个虾，要这个炒香香哦，炒到它很香。等一下可以用这虾汤来炒面，很香啊。我们先炒一下那个虾哦，能加水给它弄虾汤，逼出它的虾油哦，等一下拿来炒面很香。OK， 材料有豆芽、蒜冬，加一点水。材料有豆芽、蒜冬、番茄啊、虾啊、蒜头、辣椒、哦、葱啊，这些黄色的面。OK， 我们现在煮的是马来面啊。OK， 要下单的朋友哈、哦，988492008，跟他下单。OK， 988492008。WhatsApp 下单，好、哦，再加一点水下去，给它滚一下，好、哦。现在可以把这个蚝油也放下去哦。蚝油跟它放下去。等一下，你的汤就你的面不用放酱料了哦。现在先放。嗯，现在可以放那个酱料。糖也可以放下去。糖跟胡椒粉放下去。嗯、Hello， 朱莉空你好 ，OK。糖胡椒粉放下去，蚝油放下去，鱼露也跟它放下去，好、哦，再做它的汤出来。如果这个汤啊够咸哦，你的面就 OK， 但是面不可以太咸，因为面本身就咸了哦，就不要太咸了哦。嗯。我们现在给那个虾汤滚一滚哦，等一下把这个要放面下去煮的。来，这个虾壳拿出来先。好，虾壳我们拿出来。OK， 这个锅是30cm 哦，30cm 哦，你们要知道多少钱啊？多大？30cm 哦，30cm。这锅是30cm， 它直径30cm。88块这个锅，新币88。哦，新币88块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感觉这个马来面好吃的，好、哦，你们可以去自己去煮一煮一下。Any deliver fee 哈 ，OK， 如果你会 online 汇款，就你买这个锅就没有 deliver fee， 然后它就是88块，还有送锅铲，还有锅盖，还有送你一条那个很好用的布。如果你要货到付款 COD 哈、哦，就要多5块，然后那个送货公司收的，不是我们收，好多5块，货到付款要多5块 ，OK， 如果你会 online 汇款的话，它就不用。那个多5块，它就是88这个锅 ，OK， 啊。这面给它炒一下哦，炒给它香。啊，面给它炒，炒给它香。面香。嗯，下午好，小安你好。可以给它炒给那个面香。嗯，给它炒一炒。什么都没有放哦。还没有。就一点油而已是吧？啊，油蒜头。啊，要炒给这个面香哦。面炒不香的还不好吃的，你的水可以慢慢加下去哦。汤啊，你的虾汤，虾汤一点点一点点加，好慢慢加下去。让那个面哦有点软先哦。让那个面一点点软。哦，下午好 ，Howie Wing Hui Wing Ing， 你好。Serene Poon， OK， just order your wok 哈， confirm good 啦，不用怕。不要拿去炒螃蟹这种哦，不要拿铁铲去刮它就对了。好，用我们的这个铲去煮，去炒。你跟我炒这样久的，我的这个店还好好的，你看。对，你看我们的锅哈、哦，用这样久了还是一样的嘞，我们没有一直没有每天换锅的，每次都是同一个锅在那边煮的，好、哦。哦，这个锅是我们家在卖的哈，百万锅哈，它是88块啊。再加一点汤。啊，再加一点汤。我们直播很久了，哦，直播从 Circuit Breaker 到现在了。
哦，卖很久了，放心放心。现在你们可以看到那个面哦，慢慢软了哦，你看。啊，面软了哈、哦，你看。啊，你看。那面已经软了。OK， 用那个刚才虾汤煮 ，OK， 面软了、啊，现在要加那个料我要加料下去。这样吗？把焖料放下去。所以每次我炒什么面、粿条什么，都是料先炒，然后你再来炒这个，再来炒面。看、啊、料哈、哦，你看我的料。刚才的料跟它放下去。我料好多、哦。好、哦，放很多料。你看啊，Devlin Chong Chong 还有写啊 ，The wok is good, most important, easy to clean， 好、哦。OK, how do we start the wok? 你讲开锅还是什么 ？Rita，、哦、我们会跟你讲，开锅、啊、我们会先给你。可以，我们会跟你们讲，怎么开锅？好、哦嗯。OK， 我们把那个料放下去。哇 ，yummy yummy 哈、哦嗯。用我们的这个锅炒的面哈、哦、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哈、哦，非常好吃，又容易又很干净哈、哦，它又不会粘住那个锅，现在我们把那个刚才一点虾汤放在这个三八辣椒哦，很比较容易。好，现在我们给它加下去。加一点辣椒下去哦。加一点辣椒下去。好啊，马来面一定要加一点辣椒下去。一点番茄。番茄跟它放下去。Maggi 的、啊、这个番茄酱是 Maggi brand 的哦。还有就是酱油。酱油调色。颜色就是一点。啊。黑辣椒一点辣椒，酱油跟它调色。你喜欢辣就放多一点啦、啊、哦，这种是你们自己的习惯、啊。这自己喜欢的啦，看你喜欢辣不辣了哈、哦。OK， 放一点酱油调色。哇，非常非常的香。那三八是什么 brand 的？三八辣椒啊，是我自己做的啦。三八辣椒是我妈妈自己做的。你们买外面的三八辣椒也是 OK 的。外面三八辣椒也是 OK 的，我妈妈讲都可以的。好 ，Jessie Ang。这边点红辣椒。红辣椒，放下去，炒一炒。开火比较大一点，炒比较香。火开大一点，然后炒比较香。嗯，就这样。很快就煮好了，是不是很容易、哦？看这样就煮好了了。来，把我们的青葱放进去。OK， 好了。好了。在家里可以自己煮哦。嗯，家里可以自己煮一煮。对、yeah, 这样。我还想慢慢煮嘞，你看这样快就好了。嗯，然后就煮好了，很容易煮的了。这个好、啊哦。对，你看。我们可以自己 try 一 try 看怎么煮，好。OK。煮好了了。嗯不用倒整个的嘛，你倒一点点就好了。好、啊哦，现在我们要摆盘哦。You will cook tomorrow 哈，哦，哦 ，Irina cook tomorrow 哈 ，Thank， 不客气不客气，他讲 Thank you， 叫他煮这个，明天他煮。你们看这个直播要记得帮我们分享哦，分享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哈、哦，分享点赞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帮我们刷赞，觉得这个食谱很好，哦，很容易煮，帮我们点赞刷赞哦。帮我们分享也是按点赞按分享、哦、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看，来帮我们刷爱心刷赞。 OK， 我们现在马来面在盛那摆盘摆盘里面。 OK， 放一点辣椒、yeah. OK 完成。 OK 完成成功，然后现在我们煮成功、哦、今天我们的马来面、哦、一定要成功啊，不成功就惨了。哦、炒面很容易的，那我们的马来炒面哇，看非常简单，非常容易的，一点都不困难。好、哦、，OK， 刚才有朋友讲要看那个 can opener， 可以拿来给他们看。好、哦，可以拿锅那个铁锅给他们看一下哈、哦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马来面。好、哦，非常非常容易煮的，哦，不会很困难。记得帮我们分享哦，帮我们分享视频啊、哦，帮我们分享一下。然后还没有 join 我们的 group 的，可以 join 我们的 group 哈、哦，还没有
参加还没有 join 我们的小妹私房菜的哦，啊，New Secret Recipe 可以参加哦。然后有用 YouTube 的朋友也可以去 YouTube 找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New Secret Recipe，里面有300-400个那种食谱啊，好，300-400道食谱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慢慢看，OK，不客气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小妹私房菜哦，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下播了，再见。